大家很期待的太麻里金针花季已经盛开了，不过今年因为平均气温升高，金针花开得比较晚，预计到九月底都还可以看得到。想赏花的民众呢，可以利用暑假期间到太麻里来赏花。太麻里金针花季已经热闹展开，游客争相上山，让乡公所的接驳车应接不暇。在炎炎夏日来到金针山，高海拔的特性让气温也变得比较凉爽舒适。盛开的金针花配上云雾缭绕的群山，游客都表示虽然路途遥远了一点，但是很值得。来到这边看到这些花感觉怎么样？哦，很漂亮，很漂亮啊，它层次哦，它高，那个山那么高啊，层次很漂亮，展现出来那个好花海，还有那个山岚哦，一来哦，哇，雾雾的，有雾雾的这样感觉，水气很漂亮，很凉爽，实在太棒了，很开心。嗯，那你觉得这边环境怎么样？非常舒服，嗯，好凉爽哦，嗯，然后看到花满身满苦，很开心。那来到这边看到这些金针花，感觉怎么样啊？很开心。下次还会想要再来？想。由于今年平均温度升高，因此金针花开得比较晚。金针花农也表示，预计到九月底都还有得看。想要赏花的民众可以趁假日到太麻里赏花，也可以选择避开暑假人潮，再前往欣赏美丽的金针花海。记者廖庭娟，太麻里乡报道。